今天呢，跟我的哥哥姐姐们、朋友们一起要去四姑娘山，四个姑娘，然后我们要去找她。看，又搞笑了吧？我只要一讲话，就我这嘴呀，我要闻一会儿，从这就开始了。今天我跟我的哥哥姐姐们，还有我的朋友们，在开车驾驶四个小时，去到一个叫四姑娘山的地方。我这是搞笑吧？对，没事。现在路过的是汶川下面的一个小县儿。哇哦！然后给你们看一些美美的风景，我觉得这样黑的看我挺好的，没那么搞笑，感觉黑暗中的我多了几分沉稳，就是一个很糊完全看不清的状态。好了，希望大家 enjoy 这个四姑娘山 vlog。